别再被电视剧骗了，这才是真实的晚清官员。蒲武川岛芳子的父亲爱新觉罗奕熙，道光皇帝的第六子，咸丰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清朝铁帽子王之一。无论是正传还是败史，都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他的生平和事迹。蒲武奕熙在恭王府花园内的留影，眼神犀利，官威十足。拍摄于1871年华方照相馆，是晚清最有名气的广东籍商业摄影师黎芳于香港开设的照相馆。黎芳以其中国摄影师的独特视野，留下了一系列有关晚清的重要影像。蒲武广州官员，戴着眼镜，坐姿端正，看起来派头十足，晚清一位正襟危坐的官员。只见他身穿裘皮大衣，项挂朝出，头戴暖帽，眼睛看起来十分的睥睨，官威十足。李鸿章，晚清重臣，使人多称李中堂。关于他的评论最中肯，莫过于梁启超的《李鸿章传》。梁启超认为，李鸿章是一个有才能却没有学识，有阅历却没有血性的人。蒲为李鸿章与妻妾子女的合影，肃亲王善耆，清末最后一代肃亲王，他是川岛芳子的父亲。为了实现满清复辟，将女儿爱新觉罗显于后改名川岛芳子，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蒲为肃亲王善耆的留影，看起来颇有官威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